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2.6 新角色技能改动来了。 2.7 流营队友别错过，随从机制曝光。 2.7 复刻角色曝光，冲人大拐加击破专辅登场。史诗级联动来了，星穹铁刀 2.6 卡池的新角色乱破即将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的星穹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？而说起 2.6 卡池新角色及后续卡池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有关于 2.6 卡池乱破 VR 技能改动的最新情况了。目前来看， V1 对比 B2 普攻中前两段攻击造成的虚数伤害从原来的 80% 改成了 100%， 并对其相邻目标造成等同于乱破 50% 攻击力的虚数伤害，之前是 40%， 也是多了些许改动。普攻的隐藏数值也进行了调整，总的来说乱破在 VR 中加强了。而说起在后续的 2.7 卡池，就目前网传的消息来看，大概率就是最近说的比较多大星七日、 SB 停云、丙克先生这三位了。这三位角色中目前也就 SB 停云的相关技能机制有消息，其他两位目前未知。其中 SB 停云是火虚无技能机制，据说也和超击破有关，说法较多的就是流营的辅助队友，不过毕竟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次 VR 技能的改动中还提到了随从机制，按照相关的消息来看，某些角色是可以在场上召唤随从的，且目前已知的可以召唤随从但也只有毁灭城女阿格利亚随从，虽然可以吃增益，但目前也只有娇秋、知更鸟、软梅这三位角色的技能可以给随从增益，不过看这样子起码也得到 3.0 版本了，感兴趣的开拓者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星穹铁刀 2.5 卡池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紧接着就是 2.5 下半零杀及后续 2.6 卡池新五星角色乱破的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有关于 2.6 卡池新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官方已经公布，就不多说了。复刻角色的话，目前并没有相关的消息，反倒是后续 2.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来了。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2.7 上半卡池登场的新五星角色是星七日，复刻角色是软梅，下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是停云望归人 SP 停云，复刻角色是流萤。这么来看的话，2月7日卡池还是非常香的，其中 2.7 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大概率是星七日、 SP 停云这两位。复刻角色的话，就目前卡池复刻时间和新角色技能机制来看的话，这两位复刻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星期日定位是五星童鞋，据说是冲能大拐， SP 停云是超击破队辅助，流萤售后再加上 2.0 版本没复刻的也就流萤、沙金等角色，所以说还是有概率进池的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版本跨度大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在最近，崩坏三也发布了崩坏三乘以崩坏星穹铁道联动预告，看完后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其中不仅仅有开拓者瓦尔特、白鹿的出现，在 PB 的最后流萤也来了，虽然是背面，但是一改之前的服饰还是非常好看的。如果流萤出新这样的新皮肤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